被打完之后，哎，蛋蛋，我靠，我知道你周围看的。他这个买车有毛病吗？看到了。他有时候怎么不看了？这上面得多上点油，得上这个。哎呦，好油！这个好油，这个油。这高浓度的汽油，通用啊。这蒸箱上面有。这那个店里买的还是网上买？是这个到枪店去。这儿了，这里给烧了。跟这儿。拉出来，它自己会弹回去。你手松了，它自己就弹回去。它有弹簧。啊。弹簧坏了。我感觉好像是弹簧坏了。这根本就没弹性。我们是怕拉出来的吧？手一松。换一个也方便。车上那个润滑油是一码的，不是，是全专用的高浓度汽油。吸油是干嘛？吸油就是润滑作用，它浓度非常高，可以在那个形成一层保护。
哎，不是，这个，对啊。玩不好上，睡不好看。上哪儿忘了？完事他带了一个核桃，谁带的？谁巧劲儿？对吧？我觉得是反的吧。这样。哦，是这样的吧？对，这里进去啊。啊，靠去！老板，你这可以忘了。刚买的时候就这样，这回卡大了。你试试看连发，他这个枪刚买的时候就刚才那毛病。